颗粒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云南，我们来回访一下巧克力的一个用户大哥。我看到咱们这个地，它是一个这个葡萄地哈。对。这个葡萄地收完了之后，咱们现在是种的，这是什么呀？豌豆。豌豆。对。啊，你为什么会把它用到这个豌豆当中呢？就因为巧克力它用下在豌豆上面嘛，对吧？啊。前期的话，我们是用了一个提苗生根，然后预防死壳烂苗了嘛。啊。效果相当好。啊，那我们镜头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豌豆它的这个叶片的一个状态哈，非常的浓绿，枝干呢也非常粗壮，而且巧克力啊，它这个抗逆性也是比较强的，像这个咱们可以看周边的这个豌豆苗，它长势不是特别好，但唯独咱们这块地长得特别好，对不对？对，这个咱们这个在巧克力就是运用到地里面，咱们是怎么样搭配的呢？是咱们是前期用，还是这个在某一个时期用的，还是全程使用啊？我们是从苗期就用到最后一道肥了，全程使用的。哎，好，那感谢我们王大哥对这个巧克力的支持与信任啊，我们来给巧克力点个赞。